你咒术不解，本座就得一直跟他同喜同悲。 这是本座给你煮的百花羹，百花羹，赶紧喝，喝完就不准上线想师傅。 那为何还哭啊？人又不是只有在伤心的时候才会哭，人在高兴的时候会哭，激动的时候会哭，人的感情也分很多种，眼泪当然也就是不同啊。你是不是在昊天塔里待久了，连这个都不知道？友情更真是麻烦。你。 以后少哭。嗯。快喝吧。嗯。